原标题：武万大军被围陷入绝境，三位少将不愿被俘，举枪自尽，司令却投降当叛徒俄罗斯地铁报在6月12日的历史板块刊载了一篇名为沃尔霍夫悲歌的文章，记载了1942年沃尔霍夫进攻战役中突击第二集团军的悲剧。因为上级的指挥失误，这个集团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俄国士兵1942年初，俄国军队试图在北部地区打破德军的封锁与优势，甚至试图歼灭拉多加湖南面地区的德军重兵集团，但这样的计划太过于乐观。当时俄军除了人数占有部分优势，在各种武器弹药储备上都十分糟糕，但统帅部的命令不容辩驳，进攻必须按时发起。突击第二集团军得到了部分兵器的加强，担任主攻任务，在友邻集团军的配合之下，该部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冲破了德军第一道防线，并向柳湾方向发展。看上去俄国人的冒险将要成功了反攻，但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。德军凭借炮兵、航空兵的优势和坚固的碉堡防御，严重迟滞了集团军的进攻。随后德军利用内线优势和部队强大的机动能力，在很短时间内调集了大量援兵。4月底，德军发起反攻，封闭了突击第二集团军的突破口，并击溃了其后方的友邻部队，将整个集团军包围。俄国军队的多次解围行动也以失败而告终，补给被切断的突击第二集团军竟然接到的命令仍然是进攻，去发展胜利。因为俄国高层相信突破口将很快被重新打开，大难临头之际，如此不切实际的命令最终葬送了这支部队。苦苦支撑5月中旬后，突击第二集团军已经陷入了绝境，别说进攻了，固守待援都很难做到，许多部队已经断粮，开始吃老鼠了。但沃尔霍夫方面军和统帅部仍然不允许其突围，一共有5万多名官兵在包围圈里苦苦挣扎。7月初，局势彻底崩溃，高层也允许这支部队自行突围，但已经太晚了。横亘在突击第二集团军和后方的第54、第52集团军之间的是强大的德军兵力，德国人也知道战斗进行了最后时刻，利用优势兵力试图彻底消灭这支被包围的部队。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选择投敌，为德军服务突围，最终变成了残酷的灾难。集团军副司令 K. 祖拉夫、 M. 沙什科夫和 N. 别列杰夫均为少将，亲自带队突围，甚至和普通士兵一样拿起武器参与战斗，这展现了俄国前线指挥员的勇气。但他们的才能却被上层的糟糕指挥所毁掉。根据幸存者回忆，沙什科夫亲自拿起一把步枪，带领士兵冲锋，最终身中数弹重伤倒下。他不愿意拖累自己的战友，拔出手枪自尽。在突围失败后，祖拉夫和别列杰夫不愿投降被俘，也自尽而亡。突击第二集团军除了少数突围者，大部分被歼灭。但不光彩的是，集团军司令员弗拉索夫却选择主动投降德军，最终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叛徒。他选择与德军合作，甚至试图组建一支部队帮助德军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